好，现在出场的选手是韩国选手朴延俊。朴延俊这位小选手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他难度在那边，然后技术很高，然后真的是一位很全面的选手。是的。比赛中，选手是划了一位，一曲特别激昂的 Tango 吧，不知道在那个表演中划首抒情的也是这么美。刚才跳到后面三周跳，很完美。太过于放松了，在收尾的时候不小心。